玩具 TV 今日咧同大家突击一下，喺铜锣湾呢度出现咗两部非常之出名同埋非常之震撼嘅机体啊！咁啊，大家见得到，我哋先睇右攻咗呢一部啊，就系 New Gundam。左攻右红色呢一边咧就系莎莎比。嗱，今次咧我哋第一次咧就同大家咧近距离咧就系直播呢一个现况俾大家了解一下。咁啊，因为铜锣湾呢一度咧有高达嘅展览咧，已经嚟到第三回啦。咁啊，子龙咧，我谂我哋都系差不多系第一队啦，系嚟呢度做直播俾大家睇嘅媒体嚟嘅。咁啊，头先咧太大雨啦，咁啊做唔到。继续继续。系啦，咁因为佢又嚟咗咩？我旁述住先啦。咁啊，子龙咧就啱行埋尝试比例比较下。咁啊，我估就未到1:1嘅，但系1:2到啦。即系其实子龙就可以坐上去嘅，不过就冇咗防护啦。即系又或者好逼啦，好逼劫啦。或者燃料装喺边咧？得1:2到咯。系啦，嗱，而家就咁目测啦，我哋兜个圈啦。因为咧 ，High New Gundam 咧，其中一样最出名，除咗系因为阿宝自己设计之外咧，就系佢背后。嗰、那個浮游飛長炮，嗱、啊、見得到而家咧未裝上去嘅，未裝上去嘅。嗱、啊、你我哋淨係睇個幅圖咧，你都見到高達後面咧有幾支，一支支咧升上嚟嗰幾支咧，係啦。咁咧而家佢就似咧係未裝上去嘅，但係我哋就咁睇，其實成個高達啦，無論係 High New Gundam 啦，定還是莎莎比啦，裏邊嘅燈光嘅組件啊嗰樣嘢咧。已經 ready 噶啦，咁啊夜晚咧仲會有一個亮燈嘅環節嘅，有個光效同大家睇到嘅。咁啊，但係因為而家天雨關係啊，本來咧仲有一系列嘅限量品咧，而家都移師咗上樓上。我哋一陣間咧就再同大家咧近距離 close up， 係啦。哎係啊 ，New Gundam 啊 ，New Gundam 啊呢部，我太心急啊，講咗 High New 添，係啊 ，New Gundam， 對唔住咁多位，係啦。嗱咁啊 ，New Gundam。今次登陆咗我哋铜锣湾时代广场都几震撼啊！因为以往啦都系一部机体企喺度同大家见面，咁啊今次咧系有两部机体直头做紧一个对战嘅画面。系啦，咁啊，我哋而家尝试尽量俾大家睇多少少佢哋嘅 detail 啦。我哋嗱特别要留意咧佢个膊头啊，大家望一望。New Gundam 的膊头，今次咧系印有啦，系啦，系第三回啦，第三回，即系要系一个限定嘅时间限定嘅。系啦，嗱，我哋又再望埋呢度，系啦，呢度都系有 Gundam Dot at Hong Kong 3， 咁啊，清楚眼灯喎，只眼咧，系啊，着咗绿灯 ，New Gundam。其实即仔细睇咧都几坚噶，因为咧，嗱，我哋先望一望高达嘅脚啦，我哋先由脚板嗰度望下，咧你会发现咧，佢呢一啲嘅位置咧，系啦，都有少量嘅，高翻少少，高翻少少，会系啦，有啲有少少嘅旧化嘅涂装啊，你睇下花咗啊，花咗啊，咁望上去成部咧，譬如莎莎比只脚都有噶，系啦，我哋再升翻高少少，你睇下呢啲位咧。系啊，即系以咁大隻嚟讲啦，佢又有呢啲细字位，我觉得几好。特别咧嗰个黄色排气口啊，系咪啊？系啦，呢度呢度，低啲低啲，诶，系啦呢个位，系啦嗰啲位啦，你都见得到，哇，系有少少嘅旧化渐损嘅感觉噶。呢个 angle 睇真系几靓仔喎。系啊，好得啊。好，咁啊，继续去啦。嗱，莎莎比。咁係自護軍其中一個好 signature、好 signature 嘅機體嚟嘅。我自己即係打機嘅時候咧，都好中意用佢。呢個 angle 影到高達好清楚啦。係啦，好靚仔啊！咁咧就嗱，而家我旁述下先啦。咁啊，我就其實就愛 Brian 啦。咁啊，都係睇收睇 Toy Story 咁就都好多人睇喎。咁啊，落住少少雨啫，咁啊都濕濕碎啦。咁啊，但係就。呢、这個高達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即係新高達嚟講，我比較中意一個啦。咁啊，著曬燈咁，但係斷估我都覺得1:2到啦。因為如果再坐上去咧，就會好逼劫，跟住咧就冇乜防護作用啦，見咗。哦，但係如果叫實物嚟講，其實呢啲都好少見到咁大隻嘅高達咯。係啊。有冇去？你咪過去過日本啊？阿子龍係咪？嗰睇嗰只1:1係
应该大啲，好巨型嘅。唔系，我未去过台场睇一比一嗰只嘅，但系咧，即系就咁以比例嚟计咧，因为大家有玩开模型咧，都知道佢呢个位咧就系控制室嚟噶嘛。咁佢系红色嗰块系门嚟噶嘛，咁打开咗，其实个人企入去噶嘛。而家我怀疑都可能未必系一比一添，可能系一比四添。系啊，因为你谂下，如果嗰个人嗰、那个位置要放一个人嘅话，即系呢个位置放一个人嘅话，其实未必放得到。系啊，哇！如果一比四，即系如果当系即系一比一，哇，去到差唔多系。呢度咁高啦，咁就好震撼啦。好啦 ，OK， 好啦，咁我继续我哋讲。喂，我呢间我哋会可能会睇一啲限量版玩具系咪啊？系啊，咁我睇限量版玩具咧，今次每应该话每次咧都有一啲香港嘅特色嘅。咁嗱，一阵间我哋就直接上 office 度同大家做 part two 嘅直播。咁而家咧。都要教大家少少影相位嘅，因為知道銅鑼灣呢度咧人來人往啊嘛。到時開咗咧，冇呢啲圍牆，我哋而家可以望一望，係啦，冇呢啲圍牆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多人噶啦。咁就嗱，唔好又去咗第二邊啊，要影相啊，而家去，等我哋，因為約咗幾個 friend 咁啊，自拍一下。咁所以到時阿子龍教都啱嘅，一到時人來人往咧，就可能都會封喎，係咪啊？我估應該要嘅，不過咧，好多人咯。我哋而家嗱，身邊咧有。香港电台晨光第一次的主持系啦，才子奥啱啱嗱，我哋影相咧，我哋影相都有少少技巧噶，可唔可以俾我哋好快立一立嗰张相啊？系啦，我哋都要摆部机喺地下，然之后咁样先至够高炒，唔系低炒，先够高影晒成部高达嘅。嗱，玩具 TV 嘅朋友有福啦，即系我哋即刻做一个剪辑先，简单 edit 一下，咁就简单 edit， 推一推相，推一推啊，咁样我哋揿一揿完成。咁就 OK 噶啦，系啊，但系留意啦，到时人多嘅时候咧，影唔影得晒两部咧，就好难讲啦。好啦，咁我哋冇办法，因为玩具 TV 嘅缘，我哋先到为快系嘛？系啦，好，咁啊，交翻俾龙哥先。好，唔该晒，好嘢 ，thank you。好嗱，咁啊嗱，影相呢样嘢咧，就要大家到时咧，即系未必霸位咁简单嘅。我觉得咧，你最好咧，天蒙光嘅时候啦，冇乜人啦，啱啱有啲阳光咧，就嚟影。或者咧佢臨收工啦，臨熄燈嘅時候喺度影十一二點咁樣就 OK 啦。有曬 tips 咯，頭先已經。係啊，好咁啊其實講到大型嘅 statue 咧，就唔止呢兩部嘅，我哋去埋入面都仲有兩部嘅。係呢只咧就係 Q 版嘅，都唔係 Q 版嘅，係可愛版嘅熊仔嘅模式嚟嘅。咁啊，見得到呢度有三個咁搞笑嘅公仔頭啦。是不是自帶啊？我唔知道，我問一下先。系咪可以试大嘅呢啲？吓！哇！咁啊，冇办法啦，要子龙牺牲啦。咁啊，一个大男汉，大男子。听日开始，原来大家都可以试大噶。咁啊，趁早大好啲啦。好。都系你啱做啲呢样嘢。是不是啊？我都说我是行可爱路线的啦。是啦。OK。我们继续出发。好。我副眼镜摆低在那里，我戴回副眼镜。稳阵啲，是啊，不然被人坐爆了。行不行？戴不到啊。都得。好，那么跟大家一起行下这个位置先啊。会不会冚头啊？是冚啊冚。冚啊好。坐低一点。等我拉回你的镜头。好嗱，咁啊，而家啦，俾大家望一望个位置先啊，咁啊喺铜锣湾时代广场啦嘅，即系有盖遮住露天嗰个位系啦，咁然之后咧入到嚟呢度咧，都 OK， 亲子哇，唔使再低啦，得噶，系啦，咁啊呢度咧好明显系俾小朋友噶啦，咁难得即系作为另一个身份嘅我系一个婚礼统筹啦，我觉得呢只一定要介绍俾大家嘅，哇，伤得起。红双喜虽然不是新嘢，但是这一只真的正，你就看这些已经很 logo， 很有香港的味道，啊、都很中国 feel 啫。系啦，最正就是这个摩天轮有这个标志啊，招呼摩天轮，耶！咁然之后呢后面身后这个城堡咧，哇，成只木马号咁 feel 啊，摩托化咗咁啊，系啊，摩托化咗某落。系啊，不过城堡呢样嘢又唔一定系乐园嘅。我失埋咗天乐堡。系啦，咁啊呢个位置，哇，其实咁样原来好攰噶，系啊，条颈嘅负荷重咗好多。好啦，咁啊，
嚟到呢度都有呢個標誌 Gundam， 多謝 Hong Kong Part 3。好啊，俾翻支麥你先，我要除低呢、這個。好啦，咁啊，子龍除咩時間呢？我哋成影雞都唔係除麥除頭嘅時間，我啲影偷影佢除頭。都是挺辛苦的，所以大家看到一些扮 QT 人物的朋友仔一陣跟他打氣了，尤其是夏天熱辣辣，是咯，出曬汗，是不是只是戴頭都那麼熱，哇，所以很佩服那些蒙面超人啊，全身超人啊，是啊，那些特攝片的成員，哇，我戴了一陣已經出曬汗了，不得了不得了。好啦，咁在這個 Open Area 呢，除了剛才講的兩個機體啦，然之後呢度一個小朋友嘅樂園之外咧，仲有一個咧係體驗區俾大家，真係可以試玩嘅。咁大家就要跟我嚟啦。OK， 我哋繼續出發。OK， 嗱 ，Game Show 我哋喺外圍睇一睇先嚇。咦，冇雨喎，啱啱幾好。係啱啱雨。呢度一個入口。係。常見嘅入口啦。係啦，都有入口嘅。咦，啲好靚喎，啲畫都。係啊，咁啊，全部咧都用咗啦，佢其中一隻遊戲。係啦，咁啊。好靚喎，啲畫。可以一起入去望一望。好 ，Let's go。好，唔該你。好嗱，入咗嚟啦，有冷氣舒服好多啦。冇錯。OK， 咁我哋望得到咧，而家有遊戲喺度準備咗俾大家，咁到時咧就可以喺度喺呢度試玩嘅。咁啊，每一個 area 咧都會有時間限制嘅，因為呢度一定會好多人啦，到時。好，咦，據聞面前嗰個 game 係絕密嘅新 game 喎、應該話絕密嘅更新，係啦。咁啊，呢一隻咧，大家都知道係 Gundam Versus 啦。咁啊，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機體啦。咁啊，但係咧，因為未公布，要聽日先至可以俾大家睇得到，係啦。咁但係我哋可以玩住先嘅。咁啊，一陣間先話俾你聽有幾正啦。而呢一度咧有個手機遊戲自由玩。咁啊，其實就係之前啦，如果你有去動漫節咧，都有留意到啦。就是一個手機遊戲嘅，你可以自己 download 咗呢隻 game， 就咁喺呢度玩都 OK 嘅。模擬真實嘅 iPhone 手電喎。係啦，咁啊每次限時六分鐘，咁咧你就自己咧就用機體砌一啲嘅陣式，然之後咧就攻擊啦。OK， 好，咁然之後咧，我就擺佢喺呢度，係啦，咁然之後咧，你又可以將機體咧，哦，雷射大炮。仲睇有啲咩機先？哇！即係可以控制多架嘅。係啦，咁啊，因為佢都係撈好似 RPG 咁，你撈到幾多格咧，就可以出幾多。嗱，而家咧終於有一部高達出現啦。誒，有六架啦，我就終於可以擺部高達喺度。咁咧，佢就可以攻擊啦。OK。咁咧，其實越呢啲格數撈得越耐咧，咁到時咧就有多啲再勁啲嘅機體。咁但係因為你本身呢啲格數咧。應該咁講，儲呢啲能源啦，你啲機體唔出咧，其實咧你就唔會見到新嘅機體嘅。哇！呢度有敵人啦，好易玩嘅都。係啊。係啊，係咁儲時間就係咁掉啲機出去。係啊。打啦，但係呢個紅色照係敵人嚟啊。AI 定 AI 嘅？誒嗱，又有高達可以使用啦，準備。係連線敵人咧？我估應該係連線添㗎。你既然做得手機遊戲嘅話，係連到線㗎。係啊。加 AI 咯，多咗兩都得嘅。好。简单，伊基马斯。屌啲懒鬼喎、啊，你又懒都同连线打，系，即系打输好过瘾噶嘛。系，咁嗱，第一 part 嘅 area 咧，即系喺 ground floor 嘅 area 咧，就同大家兜咗个圈啦。咁咧，到时咧，听日咧就会系开幕嘅，应该咧就会人山人海噶啦。咁你想试玩咧，就要俾啲耐性嘅，耐心等下。咁都有人嚟，好似系啊。而最紧要呢度咧，呢四部系即时连机噶。是啊，咁啊呢个时候我就落去玩啦。一阵间我哋再喺楼上同大家讲直击呢一个嘅限量版。好啦，咁啊好啦，啲红打机我哋就直播到呢度先。啊，咁一阵间咧，大家见啦吓，咁咧就到时会有玩具产品嘅吓，咁大家留意，可能系一小时之后，拜拜，拜拜，我乘机影多啲嘅啫。